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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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好，村民大会开始了哈。OK，今天大家都还好吗？OK，好，哇，这个灯太刺，我走偏一点，走偏一点。哎，You，我在中间好了。OK，看得到我吗？OK，这是村长今年最好看的肤色。OK。连续假的第三天了哈，你们今天都看起来气色都还不错，不过呢，有一些人眼睛都已经不新鲜了哈，可能真是今天喝很多。那今天铁花村第三天，节目也非常安排的好，今天是叫蝙蝠洞之夜。所谓蝙蝠洞呢，就是蝙蝠嘛。OK。在民国时期啊，台东也有好几家了，那些民国餐厅啊那些的。那这个蝙蝠洞呢是，支撑最久的，一直到1999年，1999哈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台湾也盛行了被这个全世界了被这个卡拉 OK 哈，哇，都大家都想要自己唱，然后又要唱 KTV，然后 KTV。然后到最后呢，像这样子一个对音乐有向往的人、有抱负的人，到最后呢，就变成自己人看自己。不过这蝙蝠洞呢，它也创造了很多的因缘哈，洞里面有很多的洞男洞女，然后呢，也在里认识自己的一生所爱的人，然后也生了好几个小孩子这样子，所以说这就是蝙蝠洞创造的一个很多，不单是歌手。很多那些喜欢听歌、喜欢听民歌的人，也都在里，都，找到在这边呢，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方向。那今天呢，你看在这个位置，你看，好几个，他们已经不能够站了，膝盖都有问题了，都安排位置给他们，不像是以前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还可以上面动来动去，在位置这边，OK，可是。可能是生太多小孩子的因缘了哈。那铁花村呢？今天，干什么去了？八个了。那个铁花村，今天有门票付饮料，在这个演出当中呢，这一段时间赶快去换兑换饮料。不过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哦，全部都算村长的了。耶嘞！那。你如果想抽烟的人，你就到后面那边火炉那边有个火炉哈，你在那边一次抽5根10根没有关系，你实力多少你就抽多少啊。那有带外食的朋友，麻烦你把那个垃圾就丢到垃圾桶那边旁边呢，然后就女生厕所在男生厕所，那吧台在那边啊，你今天养颜回容的酒那边都有哈，洗肾啊什么的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今天被自己或者是被他人安慰，那你就在那边找到很好的酒，好不好？OK，手上有盖个章，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。然后今天市集很多，今天很幸运没有下雨，那也希望明天也不要下雨。那建国百年来，台东第一次有碰到这个烟火，有人是专程来看铁花村，还是来看烟火的？有没有？好，这一句话，OK。我晚上盖棉被一定会偷笑。I love you, baby. Only tonight. 好，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连假愉快，OK，幸福平安快乐，喝出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哈。不要为难警察，OK，这个最重要。警察很辛苦，你看他们就在交管了。现在，这只狗是我的狗，它叫小胖，它待会是个演出者，合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欢迎，掌声，老蝙蝠们出来。